开店至今呢，我们店里面所使用的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亲身体验过的，自己也认同的产品，我们才会进驻青色法郎给客人所使用。法厨是一个主打环保永续的绿色品牌，那也是青色非常看重也喜欢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法厨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也是宠物友善的法郎，顾客可以带着毛小孩一同享受变法的体验。我们希望将发型设计结合生活品味，打造出一个拥有青色风格的多元空间。저희 샵은 100% 예약제로 운영되고 있고요. 한국 최신 트렌드를 바탕으로 최고의 제품을 사용해서 고객의 니즈에 따른 맞춤형 서비스를 제공하는 프리미엄 살롱입니다. 헤어키친은 채소와 과일에서 추출한 자연 유래 성분으로 개개인에 맞는 최적의 레시피를 제공하고 빠른 시간 안에 최적의 효율로 케어할 수 있는 제품이어서 너무 좋은 것 같아요.当时我们在创造扎帕的时候，我们的定位就是希望可以走精致、简约、质感的风格。那也会希望顾客来到扎帕消费时间待得比较长的时候，可以很舒适、很放松，像家一样的感觉。我最喜欢夏威夷果油防护喷雾，这支产品能立即抚平头发毛躁，带来光泽，使用上非常的简单顺手。一走进 Oasis， 你会发现大量的木质老家具，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回到小时候回到家很放松很轻松的感觉。除了简约的包装很吸引我之外，许多客人也很喜欢发质类的产品，香味很清晰，没有化学感，洗完的头皮跟头发都很松。身为发型师，我们都知道客人做完头发的当下是最有自信最美丽的，希望透过摄影的方式来增加美丽的力度之外，也希望帮他记录下这个美丽的瞬间。我觉得 M 妹是比较属于含蓄派，从一进到店里就能看到的景观植物以及使用的环保器皿，甚至是一进到店里面的迎宾都是经过要求的。第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是品牌的环保永续以及轻自然主义的氛围，那包装的部分也让我非常有舒服及平易近人的感觉。许多人认为好的产品就应该是很珍惜或是难以取得的成分，而法厨最主要的成分是来自天然的蔬果，希望可以让客户知道好用的产品成分也是可以来得如此简单好取得。法厨对我来说就是人生活中食衣住行日常需求不可或缺的区块。